Hello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第十四 P，想我了没？那我们这里继续我们的征战。哎呀，我觉得吴国一会儿会哭得很惨，他马上应该就臣服于我们了。只可惜啊，这里被这两个人抢先了一步，真的是可恶。然后你看，我现在每回合收入13000，哎，总的收入差不多是30000。这游戏到后面啊，我的收入可以有200000每回合，所以这些兵其实都特别便宜啊。啊，然后镇江，啊，镇江在这儿，他把这个孙策给打跑了，但是我要把你斩尽杀绝。心怀怨怒，谁让你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的来打我，真的是烦。哎，这里啊，没什么。来，把你干掉！拜拜！衣锦效尤。哎，孙策，哎，放了放了。我用不上他们。一会儿你就是我的人了，我要把你放了。拼死夺下此城，憧憬胜利，将其占有。尔等必将直接蹲着。这儿的话，治行天下，每一步都颇具智慧。我们在这儿等一下，我们的将领还是比较残的，在我方领土上再休息一下。好，这儿也稳了，然后上面这儿吕布就交给我盟友了，吕布也不需要在这儿蹲着了。听您吩咐，主公召我。我突然觉得这游戏好简单啊，实在是太简单了。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不满的人。马参啊，这升级了，不是不满意啊。刘平敏，哎，刘平敏也挺满意的啊。我们刚把他招过来，你看那么多 buff， 加了183，简直不要太牛。哎，其实这个是很牛的，这个钢刃，以前我们介绍过。接下来就是按这个公共秩序盘一下。这加了那么多的吗？哦，因为这有个粮仓，生产级。我们要看一下哪里减的比较多。这里你看，派系支持减18，这是非常恶心的。就这样吧。这个我要造，这个我要拆，立刻拆了，然后建一个孔庙。好，这个就先这样。这里也是派系支持比较差劲，先升个级吧，只能这样了。这已经好转了，这里拆了。加100的商业其实没有必要，不需要。诶，我们的这些建筑其实已经很稳了，我们还有100000块。拆了。哎，又升级到4。呀，升级到4吧。又完成了一个幕府任务啊。嗯，我想想，这里把这个打了，这里把这个打了。但我觉得这里吧，哎，这样，咱现在有钱，我就换成最牛逼的这个部队。
这里其实更适合来弓箭手，蓝将他可以给弓箭手加弹药，还有其他的一些 buff 啊，然后我们只要三对近战就可以了。OK， 完美。参见大人。扬州工具铺，哎，来个这个，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没有用的将领。这个人闲着的，好的，我们要顺着往下走。哎，众将听令，在这蹲着。齐心协力！哇，刘备、关羽，哎，来吧！一统山河，大人，为您效劳。为您效劳，好。这两对我觉得还差了一点，三对更好一些。这什么结节？不知道。哇，全都是黄明，感觉你好牛啊！行动如一，拿起武器。我要再找个蓝将。智略所指，我之所在。准备走，召集。好的。然后这边准备南下，这里等他打完这个就 OK 了，下一回合应该就没了。然后我们也没什么闲着的将领了，挺好。其实我这里还可以做的就是，我从这边，哎，往这边拓展，殴打一下这个吴国，把他恶心不行。真的可以这样做啊，因为这些人过来其实挺慢的，然后我再从下面这儿打，就很快了。啊，但现在招募不了军队了。可恶，这邓林琴啊，我后来研究通了，他是在这儿，这下面有一个地盘，然后他就一路往上走，然后我把这儿都打完了都没发现他在哪儿，然后过了几个月他又冒出来了，就比较恶心。哎，又被我伏击了，大哥你是在哪儿被我伏击了？哦，这三队要下去打那个城，结果他就过来了，不好意思啊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太史培，看压他们，只能消耗我军辎重。好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对儿，孔儒。哎，消灭了。这里就让他打，没有精力分兵过去啊。那么凶猛的吗？这世辉和这个泽荣都太恶心了，我快哭了。马超灭了，哎，正招好了。这里，哎呀，中将往右边走，这边就交给这几个小弟吧。这人被打得好惨啊。哎，可以够到，但需要等一回合。为天下黎民，路就在前方，集中精神。可以支援到，准备行动。哎，这个人也可以打到。怒吼吧！那这样，杀呀！撤围！快撤！快撤！中正，冲啊！冷静沉着。哎呀呀！发动浓烈。好，智柔如水，以应万变，这样就可以三对把这个拿下来。我军智略胜敌军一筹，几乎没有死人，正用得上此城。哦，这个将领升级了。好的，看一下吴国现在此地岂容你胡闹，愿意禅让，愿意禅让。哦，减零点五了，减零点五，他马上就愿意把这个皇位让给我了。那我正将往这边走吧，继续往这边走。然后这里的话，
这位大哥，把谋士叫来，身心再度融为一体。这是一个十级的城。呀，这两个，谁在叫我？我要把你换了，换一个路正。冷静沉着，稳住阵型。目标明确。保固江山。这样。三思而后行。还是蹲着。出其不意。你。攻其不备。召集商贾，我要视察一下他们的货物。你过来，好，下回我就把这个打了。这儿已经没啥事了，有话直说。那您就撤吧。大人召我，荣幸之。大人有何打算？好的，我觉得下一回合，下一回合也够呛。石灰这里，这个城应该要没了。先取消建造。哦，石灰啊，石灰，我有点讨厌你。我还发现啊，这里这个台湾是没有被人占领的，然后你过去花点钱就可以占领了。然后这个海南也有一个城，挺有意思的。这里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再给吴国一个痛击呢？把这打完，然后再到这儿，然后再到这儿。哎呀，这样，郑江，跑远一点。振作起来。好，下回合他就可以把这个打了，那这样就比较稳了。心怀忠诚，正在行进。好。这里管不了。哎，他没什么动静。这我都懒得守，守起来真的不要太简单。哎，张飞，这里应该没有补给了他。让你看着啊，来郑江，把这儿围了。绝不留情，向前进军，报仇雪恨。做好准备，我军必胜。我军必胜。一战。此战世间无人不知。天宇不取，必受其咎。来，有话快说。训位，哎，他愿意训位了，耶！ Yeah! 吴国训位了，太棒了！哇哦！命运皆由兵和心血所写，诸侯包藏乱心，天下不堪再受其乱。山穷水尽之际，这游戏我们就赢了。郑江摧毁旧道，另寻他途。不要太轻松好不好？汲取敌人的鲜血而更为坚劲，势头直参星斗。所谓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天子知承天命，顺天而治，圣朝厚德，国祚永延。好的，战役胜利。然后看一下记录，啊，他这个其实记得不全，就记了一点点。然后从211年开始记的，我们大概是190年开始打的，他只记了最近的10年。然后看一下这个领土变迁，哎，这个绿色怎么越来越多？然后突然就变那么多，然后现在哎，然后这片也是咱们的了，哇，咱实在是太厉害了。然后这个统计数据，偏爱的人物是曲公，哎，九立四方，
打了95场战斗，然后从前服役时间最长，服役了31年，然后鞠躬三次决斗成功。哦，这自动战斗的吧，我们基本上没有手动战斗。最高人口水平8000万，哇，也是可以的。毁灭派系不是遭遇派系106，毁灭派系17个，接收付款，骗了好多钱，骗了17万。俊哥收入，细则没有安排啊。我们在157个回合就结束了，鼓掌鼓掌鼓掌。然后只经过了31年，然后郑江是全场杀伤最高的，这个真棒。然后我们继续，吴国不再是皇帝，哈哈，一扫六合完成了。然后直接或通过军事同盟控制95个城镇，达成四海归一。哎，我们完成了，派系被兼并，大一邦和吴国。好，哎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的这些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保持和平，我不愿意。索要共服，也不愿意啊。何邦，啊，刘璋不愿意。哇，太棒了！这是谁？这是张辽。哎，曹操的张辽跑到这里来了。现在我想想啊，我们就把这些收了吧。这儿的这家伙，裁了。心运良谋，心有所欲。哇，这版图简直有点太大了呀！主公尽管吩咐，心如利刃，廉洁奉公。我看一下，64个将领，哎，还有个好名的可以招，于越阳，招了。张南，马超可以招。哎，赵云也 OK。好的，都齐了。而且我们的吕布66岁的高龄还没有死，在吕布还没有死之前，我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征战，这还是第一回。郑江下一回合往那边跑，这人往这边走，一会儿就把这个刘禅干了，干得挺挺的。吕布，知难而上，以成大业。华雄，马氏，许褚，哎，许褚来一个。力求上进，功名震天。金鱼甘宁，司马懿和他们合不来啊。金鱼我懒得招，这样吧，把华雄招过来。齐心结欲，待时而发。现在我们的收入其实不怎么高啊，非常低。现在我们只要好好的 farm 就可以了。farm， 然后我们的粮食只有5，感觉随时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徘徊。这个拆了，这9级的城镇，这里剩下几？晚工预设。这四个人暂时也没有用了，这里这个人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也得撤。大人到此，蓬荜生辉。门外何人？哇，这士兵都不要钱的吗？你怎么那么多士兵？智如流水，真的是。开战。哎，就这儿，我把他这个灭了。坚如盾牌，势如利刃。威加海内，好，乱世随定。下一回合把这个干了。然后郑江一会儿往这边走，吕布往这边走。然后这三对儿，我看一下。拿起武器。目标只有一个。哎呀，还够不着。
定乱安民。我在他面前蹲着会不会有点太嚣张了？我军必胜，准备伏击。但我觉得三队一起蹲还可以啊。恢复原样，入境明晰。就看他能不能发现我，能发现我他就过来打我，然后被我另外两队伏击。亲临，士气大振，大人有何吩咐？这游戏太简单了，传奇难度也不过如此嘛。有何吩咐？我都没有怎么招这个高级的兵种啊。有何吩咐？这游戏后面的这个情况应该是说，我不断的发展我的这些建筑，然后一边发展这些建筑呢，一边升级我的这些士兵，换上一些高级的兵种，然后再去和他们打。现在只有我们有这个高级兵种，他们剩下的人全都不是帝国，所以都没有那种高级兵种的，我们打他们就是虐菜。大人，悉听。然后我们的这个盟友呢，他其实不会打我们。我已归来，把谋士叫来。好棒啊！然后再看一下还有哪里有将领啊？这里周瑜。大人有何打算？周瑜也是我们的了。平息战乱。好的。只有七对儿，可以啊，这七对儿我觉得比较好控制。然后现在我们每回合收入1.5万，啊，其实都很少了，简直不够看。然后你看一下，金鱼来这儿加工业，然后有这种黄将，这是加农业的黄将，赵云腐败，这是加农业的，有没有加工业的？哦，这个是这个助攻可以加30%的工业，这里一下子就会变得很牛。然后这里加40%的工业，修修修，赶快修完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这直接修了吧。哎呀，我们粮食为负了，我得去搞点粮食来。好的，粮食刚好为零，我觉得这个粮食还是有点危险的。我再建一个粮食吧。哎呀，就你了。好，这南边那么多城，恶心死了。然后又得看这个满意度，这儿已经稳了。这个八郡怎么减40 ？OK， 被围攻了，那没有关系啊。长沙，哇，这长沙也是，这粮食贩卖我们要删了，卖不起粮食。哎。这个长沙它就特别适合发展商业啊，你看它商业是3000，其实后面还可以再加一加的，我们的很多改革都没有点。商贸，哇哦，这也剩下，哇，我现在感觉都点不过来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我觉得下一回合有的忙了。然后这儿也是一个荒村，需要点出来。进入下一回合吧。我这里之后的打算呢，就是把我们的敌人都消灭了，留下一个公都就可以了。之后我们不用发展的特别，就是这种基础建筑的升级啊，不用发展的特别多。这是真被我们伏击了，那他就没了。赤灰，对他们严加处罚，恐怕颇为不易。
那成都也没了呀，成都这一城，哎，华雄死了，可惜。邹雷，换上。华雄寿终正寝，这人直接过来就可以把这个干了。好，占领了。这位大哥，我吕奉先自是一方英雄，早平是的，您是英雄。我们的粮食，粮食捡的好多呀，拆拆拆好。我们肯定还是有那个粮食贩卖，这样的话那个成都我都不敢打下来了，打下来我就啊，这个很棒，又减四的这个腐败，加粮食，产粮产粮，哇，这个地方加了好多粮食啊，啊，这粮食市场。我们好缺粮啊，诶，现在挣了25的，挣25的粮食，那还可以啊。诶，这又是一个粮食市场，这电脑真的不缺粮吗？我这粮食都各种不够，成都是十级的，它需要一个这个，还需要一个这个。这个来把成都拿下，平定天下，锐不可当，挫其锐志，向前进军，一鼓作气。哇，三个子将啊，不，刘备是黄将，我等心怀，但看起来像子将一样，因为这衣服有点紫。来尽情庆贺吧！哎，这家伙放了放了，把俘虏放回去吧，这是我们应得的。然后减56的粮食，又减好多粮食啊！好的，大家想想办法啊，下回我们把这个干了吧，谨慎前进，深谋远虑，谨慎前进，我得找一找粮食市场啊，这个找到一个可以加12的粮食，那就稳了。下回合粮食就挣了，现在我们的钱太少了，所以我都懒得升级这个建筑的。太原，太原这些地方都建了，那再来一个市集。好的，下回合我们粮食是挣的，不怕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谁。还没事干啊，这个人没事干，来来来来，稍事休息，来这儿，把谋士叫来，郑章已经补员好了，狂奔不止，一路过去把这些都宰了，然后这个人一会儿往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这里我们招一对儿，随便招一对便宜的就可以了。吕布这里休息一下吧，悉听尊便，我要换一下，我把这换个蓝将，行事谨慎，
好的，下一回合把这个城夺下来。没了。然后这个石灰。巴不得你快点说完。河邦。保持和平。我们再打一打。等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要求河邦。又是你这厮。哦吼。我估计最后还得来场硬战。在这儿，哎，可以召集三对儿，挺好的。不露声色，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。甘宁，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。好，一会儿再来一对儿，然后顺着往这儿扫过去，上下两路夹击，哎，这样就挺好了。这里就不管他，我们的魔勇让他慢慢消灭。深针升级了，阳凤升级了，刘备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可以招募，不可以招募，找一下刘备。刘大将军，哇，刘备在最上面。让我们看一下，呀，我现在就缺一个什么的，就缺一个加公共秩序的，有一个可以加二公共秩序的，但我不知道去哪儿了。OK， 还是没有。收！全军出击！好，大获全胜，毋庸置疑。哇哦，全都完成了，称霸中州，不是称霸中州。点一个，加三公秩序，其实这也可以啊。先点个这个吧。然后，天灭奸伪，来镇江，深谋远虑，正在行进。下回合就把这干了。召集商贾，我要视察一下他们的货物。扫清六合，向前进军。全力奋战，向前进军，把谋士叫来，心怀荣耀。只有两对儿，此战虽胜，仍不可交作。挺好的，我们粮食有挺多的，这样很好。这里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，然后我们来这里，一统天下。这里再召集一对儿，行事谨慎，可称机敏，满怀信念，奋力一战。司马懿。杀呀！来一个红将。势如。
奋战。升岗，来个这个。这有点升级不过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公务秩序啊，巴东，这不免了。长沙，哎，把这个升下级，不然长沙不稳了。这里可以可拆了，建一个孔庙。没钱了，好的吧，现在我们的钱真的是捉襟见肘，下一回合好吧，让给你了。准备好作战，还够不着。我获得了一个武器，温良仁义并非软弱，法令必行。既然都够不着，保持镇定，那咱就在这蹲一步。剑锋出鞘，攻其不备。稍事休息，厚道总比庙堂之上滚滚诸公干净得多。全军注意，保持原样，狂呼吧！啊！这就是轻视我等的代价。不占此城，乃是无礼。兔兔来一个，烈日之下，我等切不可畏缩。刘尚，他在这儿。大哥，你家都不要了吗？下回合我就来打你家了。振作起来！好，下回合就能打到了。看着啊，精英统治，那就把这个裁了。听您吩咐。这一段，一鼓作气，拿起武器。就这个，门外何人？呀，这还不能裁，其实只要一对就可以了。该处理一下政务了。为了天下大业，下水下水，然后再上岸上岸。释放怒火，消灭敌军。呀，这还得等等。烈火燎原。好，下面上面都有。我感觉这个人很快就没了。现在我们每回合要把这个钱花完，来定一个小目标，每回合把钱花完。这个好头疼啊。我们七级的城市只需要一个带好感的，就是那个孔庙。然后九到十级的需要一个孔庙加一个这个粮食储备，哎，这个其实是非常好记的。
渔港。啊，没钱了，只剩四块钱了，也是尴尬。下一回合，你我携手，共拒绝。算了，继续吧。哎，他也来凑热闹了。玉米香，快回来啊，不然你家都没了。获得了一个护甲，来吕布，先把他这个打了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嘞，此城归我军所有了。此城归我军所有了。参见大人。哦，这得要绕一绕。统一行进。先来这儿，啊，顺便就把这人干了吧。剑锋出鞘，我的财宝不备，以柔克刚。在这儿等一下，然后你，锐不可挡。再把这儿碎形统治，收入减8000，太史之士加50。来，谁在叫我？我在叫你。好，这荒村剩下几？然后这里，来吧，拿起武器，又是一个城。敌无良谋，须臾可破。心如止水，气聚神凝。这里打起来，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。我军如有天助，气焰大盛。哇，好顺啊！来修复一下，这个拆了。召集众人。这对他上去就太慢了。再度融为我。再一次。我在这儿找。唯有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我有一个蓝将。哎，司马懿。势如狂澜。从前，啊，从前还不是皇民，真的是软霸。根壮而后，好，然后一会儿就北上，然后这里到你们了。他应该是发现了我们的这个伏兵。心怀忠正。可惜啊。为了天下大义，向前进军。可惜啊。开战，稍事休息。势如利刃，杀！拜拜。我等心怀忠贞，才有此胜。现在来尽情清布列师，深谋远虑。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。稳住阵型。这两个人，我觉得往南边走吧。保持镇定。路径明晰，准备伏击，一统天下。好，南南北北我们全都照顾到了。哎呀，非常好。这，哇塞，我们还可以再招募吗？这里不要招募啊！这里如果我一旦招募人，这个张飞就过来打我了，肯定是这样子。多招几个皇将。OK， 下一回合。哎呀，我们钱好像没有花完，钱太多了花不完。哇哦，这个邓灵琴跑得贼快，这石灰打成，工程效率好慢啊。郑默，我们的长子成年了。
那这样，我就追着你砍。哇，这还过不来，走得好近啊！我的事迹四海传扬。这里，这里。这个人，万万不可！你能把我这打下来吗？他能，他还真能，你别说。有何吩咐？有，大哥，你打下这个。好吧，有先把这个打，再把这个打了。然后这个人，大哥，强行军走一波。神心在，融为一体。振作起来。OK， 那这里的话，三思而后行。我军所向披靡，嘿嘿，威武不屈。啊！正义必胜，我等应设宴庆贺。好的。召集商贾，我要视察一下他们的货物。对，被哎，这对可以啊，大哥你够不着，你好菜。英勇奋战，终于一个将领，来个蓝将吧，正招算了。随便找一个蓝将，现在我们都不在乎这个钱的多少。好的，这儿也没了，还有部队吗？没了，2.1万。呀哈，长沙他终于为政了，派系支持减四。好的，你看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城都被我们治得妥妥帖帖的。税收当权者，其实我们可以加一个税收的，就加一档的税收。这里来一个孔庙，然后下回合升级一下。哇，这些城池要不要那么满意啊？不行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恢复一下这个税率。哎，这里又可以减这个派系的腐败啊。就这个哦，南边的这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好棒，这有两个。好的，然后钱还没有花完，这还在升级中啊。这四级的也来一个这个吗？来个这个。简直不要太爽。这个不要，这个来一个。哎，不行，这是哪儿的呀？哦，好，下一回合。放尔等一条生路。邓林琴，哎，他过来围殴我们了。啊，我们的吕布死了，吕布去世了，寿终正寝，67岁。但好歹我们也统一了，对不对？寒冰虽坚，以柔克制。那真的还能接受啊？来。大哥，随你打，你只要打，你就会和我的阵仗开战，够他好受的啊。这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他了。
这一对儿就可以把这两个干了。你叫我一统天下。然后这小队儿，快来！大概还需要两个回合才能把台湾收复。杀呀！哎，可以直接从这儿过去呀。迈向胜利。哎呀，走远一点。准备行动。准备远征，不要分心。这个人，不好意思，你管不了我呀。扫清六合，全军前进，释放愤怒吧。心怀大义，战无不胜，我至此城必使之日益殷实。团结一心，目标只有一个。好的。今日此战乃是大义之胜。哇，这个又是红又是绿的，真棒。对他们严加处罚，正在行进，颇为不易。稳住阵型。还过不去了，真的是。这样吧，这阵过来，这阵过去，然后下一回合我们把这打了。不过下一回合好像有点够呛。这里来招募两队。千层波浪，充实巨岩。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。团结一心。好，招募了五对儿，跟下长沙。我们要提振一下我们的公共秩序。下一回合我们就加一下税。哦，没有钱了。哦，需要升级到七级。好，现在真的没有钱了。然后这个泽荣应该就马上没有了。哈哈，我们盟友过来帮我们把它解决了。其实我们现在的将领啊，全都可以升级成最高等级的兵种，都是非常轻松的。玉米香想做什么？又来围住了，要不要那么绝望？大哥，太失陪。诶，我们看一下，新来了一个皇将。招了这些将领，哪怕是不去拨他，等他死了以后，哎，来关羽，等他死了以后，他的装备是会留下来的。刚才那个人太令我绝望了。向前推进。出击，这样行不通。打不过吗？那么菜。那一会儿镇江再下来。我等威名，如今海内皆知。释放。俘虏也要吃饭。
都放了吧。啊，邓林琴终于没了，这不要围得太惨好不好？这个不需要，这个需要，这个也需要。正将十级啦，十级升一个这个，这个毒刃其实还蛮有用的。给我闪开！好，恢复原样。交旨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来来来。静下心来，出发！杀呀！乱军终于得以平息，还是有些用处的。是非常的轻松啊！不断前行。司马懿过来这站着，下一回合就把这个打了。然后这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危险？秩序井然，不知道这个人要做什么呀？一统天下，每打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身心再度融为一体。蹲着蹲着，我已准备好作战了。向前进军，剑锋出鞘，诸位攻其不备，来共商所学之术吧。绝不畏惧，讨平逆贼。好，不愿意回合。这里。法令必行。折而不摧。来来来，我把他干了吗？上面这里肯定没有问题啊，下面这里可以把这儿几个夺了。那最关键就是这儿和这儿。关羽现在正在打我们这里，我们就去和他玩一下。这样行不通。等等，哇，全都是红的。好，看一下科技。哦，这是14匹，又是一个小时啊。加3的公共秩序，挺好。翻阳，我们把钱花完，然后这个升下级。现在我们粮食都不缺的，哦，没钱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忘记了。你刚可能没有注意到，我那盟友，哎呀，撤退，撤退，他也不可能出来打我们的。哎，这大哥过来了，刘璋和我们宣战了，要不要那么无耻啊？恢复原样，召集商卒。好的。我要视察一下他们的货物。顺便给咱们招了一个人。众将且于堂前谈笑欢饮，这好像有点过分啊！正在行进，这个能把他弄得不要不要的。正在行进，全军前进，不断前行。好，先这样。刘璋和我们宣战了，这样的家伙，哎，这里有一队人不在了。路径明显，把谋士叫来。这里这人也不在了。众将听令，向前推进。你都去哪儿了呀？开战！恢复原样，拿起武器，杀！锐不可挡。好的，又下一城。我等应设宴庆贺。大人，愿一切安好。
这三对就上去吧，这些收了，这里这里这里，然后这两对收完他，然后回来把这一圈收了，然后下面这几个人这两个人再抄起一对。恪守职责，我们现在就只喜欢贵的，谁贵我们招谁。哎呀，悉心节欲，就这样，待时而发出征。好的，哇，这一级的七级，刚才有个苍梧，苍梧是六级，我立即建造一个孔庙。苍梧这里是一个好地方啊，是一个特别适合发展农业的或者商业的好地方，但是哎呀，但这个工业建筑还是不能少，没钱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每合收入35000，了解一下。为了天下大义，威武不屈，这样就没有了呀。坚持不懈，拿起武器，挫其睿智。诸位举杯相庆吧。好的，放了放了，放了吧。当心埋伏。呀，就剩最后一个城了，之后我们就全力以赴打这边。威加海内，乱世随定。其实这里我们还可以再搞一个。马氏，平定天下。金鱼，满怀信念，奋力一战。好的，不能再招人了，先这样。这批我们稍微长一点啊，我们试着把左边的这些石灰啊什么的都消灭掉。这跟屁虫，我只能忍了。在做什么呢？学姐，你敢欢迎你来打我。不敢不敢，那么牛我哪敢藐视你啊。哎呀，张飞终于打了。我特别喜欢这一代张飞的配音啊。这里被我伏击了，被四字打。张飞这一代的声音特别的猛。啊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太狡猾了？职责所在，随我来。我要把所有的将领都招光，让你没有将领可以招。哎，又来一对儿，快撤！撤。此刻不宜激流勇进。好的好的，石灰的这一对还是比较烦的。哎，又有一个人走了，这就是在这儿。势如利刃，杀！诸位举杯相庆吧，我军势力得以扩张。哎，好的，既然你要来送，那我真的没有办法。该处理一下政务了。怒吼吧！如履薄冰，天自庇佑。召集众人，有要事商议。思维迅捷，则可避其锋芒。邹尚梦，匡扶天下。好的，他没了。一统天下。再招募一个。绝不动摇。我这里想的是让这个人过来，但他刚被围城了，没有补援成功，这有点菜呢。然后他往北走，那我就追着你的屁股。心境澄澈，天下庶吉可定。身心再度融为一体，一往无前。好的，
然后张飞把这儿打下来了，你竟敢在这儿待着？啊，我去，我这还没有办法直接攻城。哎，可以的，都可以直接攻城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我没有火箭，就我们弓箭手可以把那个城门或者这个防御塔给烧掉，所以我们是可以攻城的。思维迅捷，则可避其锋芒。正用得上此城。这代关羽的这个配音特别的猛，等我到时候玩刘备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听到了，超级好听。哇，张辽又过来了，欢迎常来玩。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不好意思啊，真心不好意思，我这里觉得你们好烦啊。老是找我夜战，真的是，现在我就不给你们机会了，你这次再找我夜战试一试。唯有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众将且于堂前谈笑欢饮，为了天下大业。好，两堆一起蹲，很好。这里我没有钱了，哎呀，又没有钱了，收入三万一还是有点少。下一回合，打我成都吗？不好意思，这脚踹的有点狠。职责所在。张辽可以招了，这些都可以招呀，好棒！他最后那一对心灰意冷的走了。我郑江定会名扬天下。直接打下来吧！此战世间无人不知，我们拼死夺下此城。哎，这里还有个小喽啰。召集商贾，我要视察一下他们的货物。那就再稍等一下，郑江已经可以撤了。恶名昭彰又有何妨？主公尽管吩咐。吾有要事。OK， 哇，这还过不来。呀，您再补援一回合，我这个也再补援一回合，这里就已经可以打了。稍事休息，协力出击，开战。保持原样。威武不屈，憧憬胜利，尔等必将无往不利。我感觉现在已经70分钟了，那这一批有点长，太长了怎么办？太长了我，召集商贾，到时候那个4K 的视频啊，超过20G，他就不让上传到那个百度了。做好准备，这里直接过来，他敢为他就死了。然后上面还可以再打一下，这两队到时候上去把这儿打了，然后这两队过来把这个给打了。行事谨慎，可称精明。嗯。一统天下。全都算好了。拿起武器。我觉得这时间有点太长了。该处理一下政务了，不辱使命。训练失败。全力奋战。我有一计，平定天下，
正在行进。你看，他竟然说我血战惜败，是不是？你再说我血战惜败，试试看。反正我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，还有16000，也差不多可以换完，至少还给我一个血战险胜，对不对？啊，还不够，只能换到这儿。志略所指，我之所在。血战险胜，好的。大事已定。一个惜败，一个险胜。就是钱的力量。占领此城乃是谨慎之举。嘿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这一批就先到这里啦。精彩的14P，我们侵吞了吴国，然后又攻打下了市辉的大片土地，又把这边的刘尚还有这什么，这叫做什么泽荣这一家给收了。哎呀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广袤的土地现在都变成了我们自己家的土地，超棒的。哎，这里，这里再稍微等一下，啊，这里过不来，那算了，下一回合再说吧。好的，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我们15P再见，谢谢。15P会把这个市辉全部都干掉，然后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开始了和平的相处，过上了和谐、友善、幸福、恩爱的生活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